刚才呢，我们已经学过英文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吗，各位？对哈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要复习一下英文好不好？因为等一下唱歌的时候可能会用到。OK， 来跟我讲一次。OK OK。No K No K。Always Always。No way No way。好，重复一次哦。就要带来最后一首歌喽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那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坐了那么久，屁股应该感觉到不舒服吧？那我们可以站起来，真的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的膝盖还很健康的话，我们站起来一起跳跃好不好？然后一起呐喊，毕竟都做一首歌了嘛，我们就是要给它嗨到底，是不是？是哈。好，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，三天三夜。大家，大家晚安。我们的贝斯老师。
我就知道大家想要再听我们唱歌啦。先不要走，先坐下，先坐下，坐下。还有，先坐下，坐下。好了，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，大家忍耐一下，再给我们三分钟时间把它唱完。还有，拜托。好，我们再来追一首歌。我们台东四面，我们到处都看得到海，所以我们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就要带来海子，因为我们都是来自台东的海子，海边的孩子。拍手！是谁在呼唤我？